去啦！哎，快走不送啦！妈，你不能休怪我不义，我要把学费通通吃掉！哎，比川，今天我要吃了耍。琪琪离开的一分钟，想他。黑板章鱼肥牛超大份，肥牛分量感人，凡凡瘦的阿姨实在多了，我们紫薯也一起吃。快乐的姐，不行，我要去接琪琪回家。吃完的酱子还能拿来炒饭，十分显得快乐，你们体会过了吗？朴实化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我的脆爽到爆炸，还可以叽叽喳喳芝士，跟天鹅堡一样高的芝士炒饭，酱汁太爽了吧！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我的琪琪啊，你在哪？喂，包租婆，你的女儿怎么还没有到学校啊？什么？再来口经典炸鸡，比上学有趣多啦！这学费花的值啊！哼，我也觉得。哼。妈，这么不想上学是吧？我帮你啊！哎呀！